当今世界，仙法、神律已经随着先祖的归隐而成为传说。连甲之术才是最奇妙的本事，金木石头造就的威尔，注入灵力，就跟活了一样。五雷同撞，生死惊雷，上天入地，变化无方，请见识见识大力金刚的威力。搞这些虚的有什么意思？什么虚的？现在应该是高潮的时候。